你为什么要伤成这个样子的？你终于承认，你出卖我了！你信不信我想把你毙了？董伟宏，你真有种！你终于承认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！你准备叫人写讣告，写讣告！ 至少会坐牢，我被打鞭，伟鸿，打鞭真的很痛的。我不会自首，我不会自首的。我知道了，你要我去送死，然后你就可以拥有Sassy，对不对？伟鸿，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。 我们真的有默契啊，我们真的有默契啊！我知道，刚才你打了我，其实为了救我，对不对？红星大奖2010年最佳男主角，陈凯琳。不要回头看，青春走过就算，有一种伤痕，它让人更坚强。